edge of the people? Yeah, you don't have to be scared of them.底下的景色也是蛮美的啊，然后我在这个小凳上休息一会儿，吃点这个饭。我今天早上还没吃饭呢。这面倒是有点这个西柏林的感觉了啊，非常的，就是感觉富裕的那种味道，我说不出来，那怎么解释呢？就是，人少，然后也比较干净。然后呢，树也非常多，好像表达了一种人与自然的这样一种状态，确实比东德里那边要，没有那么杂乱，很多都是跑步的，这边是个老街。